6月19日晒出多支影片，公开承认自己多年前的性骚扰事件。影片中还爆出许多大咖艺人丑闻，不仅提到大小 S、吴宗宪、曾国城等人。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他又将所有影片删除，就连社群粉专都关闭，更传出送医院的消息。该消息一出，震撼不少粉丝。对此，谢和弦则发文力挺他，并写下：“焦哥没事的，请你好好活下去。特别是当你不演了，世界就变成新的了。你提拔那么多人，做了这么多好事，虽然不能功过相抵，但是我们不会忘记。”随后也特别晒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中可见他将带有一些紫色香蕉刺在手上，也象征他把黄子佼刺在身上，看起来相当感谢黄子佼曾经对他提拔呢。贴文一出，吸引不少网友热议。